现在这个肉，我可以说是我目前为止吃到所有牛肉面里面最好吃的肉。哇，怎么样？这件西瓜是如何？洗不停。台湾海峡的味道，哇，超级鲜，而且不会腥。奶奶刚刚说吃一次就会爱上，哇，她说的对，我已经爱上两次了，我吃了两颗。这是啊，八婆白姐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邓泽，我是妈妈，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集美夜市。没有错，集美夜市位在文山区，而且附近就是世新大学，超多大学生，还有很多穷学上班族会来这边。今天我们就准备了2000块，打算从第一摊一路吃到最后一摊啦。夜市有这么多摊，我们这次决定要用掷骰子的方式前进。我们骰到多少就前进几摊，当然我们会跳过不是吃的摊位哦。那要不然我们就先骰第一个好了。那我来了。前进几摊呢？还是就第一摊呢？那我们不能玩游戏哦。好，我们待会就是从第一摊开始数，前进5摊。那大家在影片开始呢，可以预测一下，到底是我们会很快就吃饱了，还是我们可以顺利的把2000元给它花完呢？那我们就出发吧 ，Let's go。这边是这边大堂。第三间卤味，卤味。哎，这个啊，这边两个都是用。你们吃瓜吗？大家？吃土吧你。吃土吧你。吧米粉汤是第四间，这边是第五间。第五间，我们来到了祖传牛肉面。我刚刚想说在跟老板点一个招牌牛肉面，结果老板说半斤半肉更好吃，然后我们就点了半斤半肉，看起来超 Q， 它就有一种筋肉相间的感觉。它汤有点介于清炖，又有一点红烧的感觉，就是没有清炖那么清，但是也不会到口味太重。它肉超好吃，超嫩的肉，超级嫩。它的牛肉面是哪里的牛肉面？哦，四川那边的口味，味道比较重。那它的面啊是那种扁扁宽宽，它是比较有嚼劲的那种面啊，比较粗一点。它的汤也很酷哎，它的汤是有种肉酱味的，而且它有点酸菜的味道。嗯，哦，我好爱哦。它现在这个肉，我可以说是我目前为止吃到所有牛肉面里面最好吃的肉。哇，它这个 flag 下得很猛哦。那吃完了，耶，好，下一间。因为等一下骰到2的话，就是隔壁豆花，还有吃豆花，好想吃豆花，拜托拜托！各位观众，豆花，拜拜了豆花。也许第五间也是豆花。走吧，去看看。走。第一家是咸水鸡，好吃咸水鸡。拜拜咸水鸡。拜拜。第二家豆花。OK， 走吧。拜拜豆花。啊，肉松店。豆花。豆花。所以我们要吃的是。那是阿华热炒，我们点的是沙茶炒羊肉，这个羊肉呢搭配了满满的这个空心菜，哦，好满的沙茶味。其实这样直接吃有没有配东西会蛮重的，蛮咸的，可以配个白饭之类的。那因为我觉得它的沙茶味就是也蛮香的，所以如果会害怕羊骚味的朋友的话，我觉得还算可以接受，它的骚度不会到那么的高。骚，嗯，什么意思？骚哪里骚？刚刚像什么小狗在吃主人吃剩的东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下一间，我希望就是喝的，因为我也吃的好热。请看，五。为什么都是五？是跟我说拜拜了吗，大家？这边是一，第一间也是热炒店。二168铁板烧，三好想喝月茶铺，四的话是啥味吗？五是什么？啊，人从众吧，人从众，认真吗？对。那因为里面呢一定有低消，所以我们就选择外带。那么外带的呢是一个安格斯牛排，面的部分呢大概就是有玉米笋、花椰菜，还有蛋，还有我们点的是黑胡椒酱。给大家看一下安格斯牛，如果外带会长什么样子呢？哇，很好吃哎，黑胡椒口味的，啊，怎么跟刚刚的刚刚的牛肉面比起来嘞？牛肉面好吃，哇。它就是有锁住水分的牛排，然后它的肉就是比较多筋，所以会更 Q 了一点。它特别来夜市一趟，然后吃人从众，感觉有点。对啊，而且我感觉我会被人从众喂饱哎，我们才第3摊而已。完蛋哎，2000块花不完。2000块花不完哎。
好险，我们好险有邓哲，虽然邓哲来之前已经吃过晚餐了，好险。真的？你怎么可以吃晚餐？真的，我整个战略大失败，因为我太饿了。完食。哇， yeah, 吃完了。推荐大家牛排千万不要外带，太辛苦了。好，呱呱接手，来，一二三。四，四是什么？是喝的吗？锅烧意面是一，然后东山鸭头是二，然后三，四，太好了，西瓜汁，终于又赢了我了。张伟云，快快快，沙漠解渴，总算不是解渴起来，怎么样？这件西瓜汁如何？洗不停，好好喝哦。完全是因为前面太干了，干了 一整轮，它整个甜度跟整个西瓜的味道刚刚好，渣渣也滤得很好，泡泡也没有，而且才35块，这样一杯35块。对呀、啊，很少再买35元的西瓜汁。喝完了 ，Yes， 换我甩了。好，来，来吧，来吧。你有想要甩到多少吗？姐，什么？他强烈征求那个频道的粉丝们把他取走。离题了。二，普通风味鱼羹，这是第一间。我们来到了阿杰的店。阿杰，我欢迎你们来我家玩。玩累了就直接睡觉。我们点的是辣，好像蛮少看到小吃店有卖。对，觉得很酷。这好适合配酒。想喝酒，怎么每一集都有这句话？但我觉得这种下酒菜会让人觉得好像又开一次胃耶，第二次开胃。没有，我有点饱。大家我们吃饱了，而且吃到最后，其实它那个尾韵因为加了很多蒜，会有点辣辣的，辣喉咙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个酱有辣椒。好，慢等着。希望是数字大的，因为我很想要再走到另外一边的景美夜市。我们现在一直都还在同一区哦，在同一边绕。这边美食太多了，来五。对，走吧。第一间像杂货店，它叫 OPPO 杰凯瑞，但它其实很像东南亚商店的感觉。古香鸡肉饭，第二间，第三间是越式料理，越南料理。第四间是这个如意甜品，第五间是，但它好像收了耶。对啊。老板还有营业吗？要吃什么？我们来到了外山顶洲蚵仔之家，然后老板跟我们推荐的，他们这边蚵仔是来自嘉义东石，台湾海峡的味道。哇，可是它整个很大坑呢，它的味道很鲜呢。嗯，超级鲜，而且不会腥，上面的酱油不会很死钳，不会把那个蚵仔的味道怪盖掉。嗯嗯，老板娘刚刚说吃一次就会爱上，哇，他说的对，我已经爱上两次了，我吃了两颗。嘉义人，我现在在台北才吃到好吃鹅啊！嘉义之耻，嘉义之耻，没有了，好好吃哦，这真的好好吃哦，完食，吃完了，吃完了，好吃的鹅啊！来，你想甩多少？我想要还是喝东西，喝东西，好，还有一个，四，这是第一间，麻辣天后，这个好好吃哦，好可惜。四神汤是第三间，第四间是什么冰块吗？冰块，谢谢。冰块是哪里？对。哎呦，这个。冰块。完了。有人在偷吃。他很急耶，我点了凉拌春卷。它里面这个是什么叶啊？它那个味道很好吃。就是春卷里面是九层塔，大陆妹跟九层塔，大陆妹跟九层塔，对，好好吃哦。它的那个春卷皮啊，是很有韧性的，又韧性，你又很韧性，你又在那边耍韧性。嗯，里面就是米线啊，然后小黄瓜，还有那个香气很重的叶子，跟一整只虾。这酱我吃不出来是什么，这样很好吃，那酸酸甜甜的，很开胃哦。这真的还蛮好吃的。好，我们吃完了，这盘只需要100块，超便宜。来，来下一位选手，大一点，大一点，大一点。五，今天好容易闪到五哦。我们已经闪了4-5次。Yes， 走。哎，我的包包嘞？啊，你包包上没有头啊？这里面有没有光？没有，是暗的。完蛋
啊！老板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们会有隔壁这间的电话吗？对。啊！你知道他们留电话在这边。哇！人间处处有温。怎么了？老板说他转回来帮我们开门。哇！大家吃爆哪一间？吃爆哪一间？哇！太好了，也非常。帮我们留电话的如意甜品，大家有机会可以来吃看看。老板的大鱼大肉吗？我接到他车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第一间热炒，这边是二烤鲜品，三很多日式小吃主食，四米粉汤、猪血汤、四神汤，五。大甲芋头牛奶，想喝喝看紫心地瓜奶。OK OK， 好，那我买两杯，反正我们多的是钱。第一间我们吃到的是遇见幸福，然后它主打的是芋头，而我们点的是芒果牛奶，然后另外一个紫心地瓜。好浓哦！我这一杯是甜地瓜的滋味。那芒果牛奶呢？老板娘刚刚说他们就是建议要微糖，然后它其实可以做成冰沙。说不要，我们就喝牛奶。它其实是浓到会有一点难吸起来的那种，很浓郁。它就是搅得非常非常的扎实，我其实蛮推荐的耶。我喝喝看。好啊，真的好喝。哦。很好喝，对不对？像在吃地瓜。对啊，真的像在吃地瓜。OK OK， 所以邓哲几号呢？五。今天怎么了？我们再确定一下，是不是都一直五好了？但我们确定五的是五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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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五，它是正常的 size。好吧。第一间。第一间。OK。我们再来说要走这边，然后再到那边，所以那边是二。小绿色招牌。对，三四五，宜兰炸虾饼。炸虾饼已经热腾腾，而且上面有非常多的超大虾米。我之前去宜兰，就是环岛骑到宜兰的时候，我就是吃春卷薄的炸虾饼，也是超好吃的。嗯，好好吃。啊，是是是，热腾腾的。因为是现炸的关系，所以非常酥脆。暖，而且里面可以吃得到，然后地瓜，然后再加上上面有这个虾米的海鲜的鲜味，搭配起来就非常的赞，而且还撒上胡椒粉，我觉得就是还蛮解油腻的。虾米超香的耶，真的很香，然后吃到那个饼又甜甜的，完食。各位观众吃完了，太好了，那我们先来刮刮指完就是第十间了哟，但我们钱也还没花完，还有大概800多块哦，好多。好的喽，来一点茶类的好不好？又是五哎，到底？我们等一下如果大乐透一定是哪一张？哦，是我真的讲的五。沙威玛是第一间，第一间沙威玛，再来第二间九龙城香港，好可惜。哎，这边有东山鸭头，第三间，第三间，你好。然后这个绿豆沙是第四间，山猪肉串没开，再来第五间是很多夜市都会有的微笑炭烤，微笑炭烤。好，我们炭烤也好了，我们点了大概325元，我挑的是杏鲍菇。它的酱好吃，那酱好吃，好吃又好甜。我的是有辣的，所以甜甜咸咸，然后加上辣的，好好吃哦。而且我的杏鲍菇很锁水，我蛮喜欢的。我的是鸡软骨，它咬起来好脆哦，它是整个都是软骨的感觉，所以咬起来就是这样烤烤烤的。然后我们刚刚的饮料其实也喝完了，两杯都喝完了。那我们到底剩多少钱？567块。567，我们最后一共吃了10家，然后发现真的是赶不上这个饱的速度了。然后我下一次绝对不会吃了晚餐再过来。下一次我们从人从众隔壁间开始。没问题。那如果大家喜欢就是我们开箱夜市系列的话，或喜欢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进行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。那我们是八婆，下次再见。拜拜，大家晚安。